追求，我终于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了。小姐姐是谁啊？你终于能嫁出去了。他白衣飘飘，四肢高帽，与火为伍，手持双刀，尚能小鱼，把掺那俩馒头啊等会儿给他送过来。哎呀，我不是说他，你们不觉得会做饭的男生很受欢迎吗？小姐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要想让铁柱 C 位出道，一定要让他学会烹饪技能。我他妈就知道，想一出是一出，我是来改造的，不是受你折磨的。周小月，你要干嘛？九九，这任务交给你了。你让九九教他做饭，他除了泡面还会做什么？那你们会吗？不就是烹饪吗？你们等着。别客气，你们先吃。你这水平顶多是我家厨师。哎，还是不太理想。你不觉得九九这个厨艺最近突飞猛进的有点快吗？悄悄告诉我，我最近经常听到九九的房间有男人的声音，难道是那个油腻的厨师大叔？小萝莉为了学习烹饪技术不惜。求求你教我做饭，求求你。那你可要让叔叔举高高哦。还愣着干嘛？干脆及时止损啊！虽然，但我还是爱他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烹饪去朴素的。九九，我们来救你了。你，兄弟，玩大，我腿软，要你先跑。我这两天一直在小红书上学习怎么快速做出美味又好吃的家常菜，不然怎么教铁柱啊？什么？小红书还能学做菜呢？对呀、啊，小红书就是我的生活指南，做菜、护肤、穿搭、装修、数码、游戏，只有你想不到就没有小红书找到的。我说的，来，都来尝尝我的手艺，当当当当，川香辣子鸡。我愣着干嘛呀？快来尝尝呀！铁柱，我帮不了你了。哎，你们要去哪儿呀？快来尝尝呀！哎。